咁樣係有咩用咧？佢個原理咧係好過癮嘅，佢係激發你身體自愈嘅能力。叫咩啊？激發你自己身體嘅能力，即係自愈能力。啊！即係你自己身體，譬如有時腫咗，自己會消腫，或者瘀咗，自己會瘀。佢就激發你呢個潛能，等係利用呢一個針點對點啦，我哋繼續好似 PT 咁PT 啊，點對點。